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再麻烦你订阅我的频道，打开订阅旁的小铃铛，这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支持，谢谢你。好，那我们今天第四场训练赛开始哦。比较惨的可能是这边的8月6号新一区间哦，现在还是一个零昏的一个情况，就他们有点找不到这个版本的节奏。其实我自己下去打了，我感觉优先往圈内靠是不会一定有没有任何问题的、哦。这个圈是一个完全是一个看不出来往哪里去，这个地图的圈我真的看不懂，所以我觉得选插圈是很好的。八月六号新一区间其实是一个算是不错的跳点哦，市政厅，因为相对来说好收点，然后也有这个插圈插人，然后这边两边算是有讲好啊，就是不要互打，就是这边两边都算是很和平啊，不要互打，比赛估计也会长这样子，两边抽完不要互打。好，这个圈看一下，往下说，诶，说的是一个偏河道的区域哦，还有这个吃水制水厂。好，我们这边第五队友这边认真把苏南由涛哥来暂替这个龟狗的位置哦，但是他只能用一把枪。相对来说，我觉得其实我蛮会打电流区的，就是应该讲说这张图它的概念跟世界边缘是蛮像的。就是尾圈大部分的时间点会有很多人，但进圈难度其实没有那么高，就视圈型而定啦。但因为我觉得整体来说这个电流区的防区掩体太多了，所以让你其实可以很好的去做一个转线跟移动。就你看你这样子跑步基本上不会出现像那种残月那种完全没有掩体的情况，你要从一个区域移动到另外一个区域算是蛮简单的。所以在进圈难度上，我觉得这张图其实没有那么大。瑞斯蒂亚第二波周边开卖啦！这次与厄伦蒂尔合作出了很多生活相关的周边，有三流同厂制作的1:1 Restia 猫咪绒毛玩偶，蒂尔绘制的小店口袋造型落肩 T恤正面口袋内藏有毒奶猫咪，背后还有蒂尔洛比的臭小子跟不炫猫咪，可以放悠悠卡、信用卡在里面直接逼卡，方便使用的小店猫造型伸缩卡套。多功能透视的刺绣帆布包，多种背法，内部双重构造，还有透明层可以化身当展示用的痛包。接下来还有新奈跟我的星辰小挂轴，折射后非常漂亮的雷射炫彩徽章。最后呢，就是花了很多心力的 Restia 闪粉金属吊饰啦，这个配色真的花了超多时间的。商品现在已经开放大家预购，预计10月份开始出货，原价3600元的套组直接下杀，套组价只要3000元就可以全部带回家。复刻商品部分也有 Apex 旗帜组合3D 立牌与闪耀流沙杯电组。有兴趣的大家现在马上到资讯栏的卖场下单吧。啊，一花二猫三喵喵喵啊，三只猫呢跳点是这个非常坐牢的河道。不知道他们这边啊，看起来物资好像还不错诶。他们找到他们自己的这个节奏了，就是出一个罗巴。我说真的，这张图出个罗巴真的蛮强的。我蛮强烈建议就是所有打这张图的人都要出个罗巴。因为在物资缺乏的情况下，罗巴也可以让你这个无限这个一直收。像如果刚刚我这个一把枪没有罗巴的话，我这个子弹早射完了。你们淡水人玩的是自己的一个暗马式，相对来说还是整体实力比较平衡的队伍，稳定性比较会高一点。比如说像是灰常这个诚恳这样，不过也有我们这边例外哦，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顽皮鬼杀队，这边其实也是瑞皮带两个算是新手，但是他可以凭借着这个三场都达到一个很前面又不错的击杀的一个名次。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带比较新手的玩家来玩的话，你可能要学会让他们去当肉盾，然后你当输出，你懂吗？懂吗？他们就是 support， 这个纳蒂鲁斯先往上一勾，然后你是 ADC 在后面输出，大概这种感觉。简单来讲呢，就是卖队友。如果你自己上去你死了，那你这队基本上就完蛋了。所以这种顶烈队伍呢，对个人实力的要求非常非常高，就是基本上就是那一个人包办所有事情。那当然也有我们的例外啊，就是我们这边的灰常诚恳啊，由于这个肯特不知道是小丑还是什么，对不对？所以这个，先看一下这里，按这里淡水只会喊 ED， 跟第二轮第二被阿森放倒。到脸上以后，哇，跳到脸上拿一个亡灵，最后把阿森给打掉了。那像乖叔好射，
成为我们这边本场第一个被淘汰的队伍。哦，这里王建民听到枪声以后想来黄雀，看到被放倒的，哎，这不打吗？哎，不打吗？哇，这边很可惜哦，刚刚这个轮地人应该是残血的，没错。好，看到了，看到了，妈，没看到，哎，还在舔包，完蛋了，三二一，要被挤我了，哇，二轮地人还敢站着舔包啊？那这样子，这边 EG 应该只能先往后撤，亡灵往后一跳。OK， 那这样的话，这里暂时没有什么问题，反而是到幸运区入住吃瓜，跟这里认这把初男有一个算是近点的交战。哦，对方残血的情况下 ，Tabasco 把这个小鹿给击倒了。这里涛哥直接拉一条绳子，不想让对方拉人哦。听到在拉人，哎，完蛋了，好丑，涛哥，完了，涛哥，能丢两个雷上来。打吧，阿狗，配合涛哥雷，再把这个哈图鲁斯放倒一次，最后变成哈瓜的尾圈，这个一打一，只有一把枪的涛哥，看一下，被喷了一枪，哎呀，这里还有来自第三方的枪线吗？哦，没有哦，这里被哈瓜一个人收掉了，这就是一把枪跟两把枪的差别吗？同时右上角这边八月六号新一区线被沈腾蛇给打掉了。哈瓜这边可以说是靠一个人完全把局势给打回来哦。这个圈最后收在一个我不知道这个要叫什么地方啊，我们就姑且称为它河道尾圈吧，感觉非常死人圈哦。来，这里灰长诚恳，其实灰长诚恳打的就比较算是标志性的一个打法吧，就是进圈，然后能抽就抽，主要还是以进圈为主哦。就不做一些高风险的 play。瑞皮火，哇，把这个过点的肉肉给打掉。看一下新一区守望队，好，这里九田先把 Kalen 给打倒，这边剩一个三打二，打出了不错的伤害，油条直接往前了，还有一堆雷。这边稍微身法有点残障，而且旁边好像还有别队哦。二轮地也被拉起来，那这样子亡灵应该是要追到底的。来一个 Q， 蟑螂跳啊，抓到这个最后的萝卜，这个居然拉到这个空网，那这样有危险的，哇，这边好可惜。EG 成功再为自己的队伍再收一颗头哦。看一下，非常诚恳，依旧在自己的防区。哦，九 Q 这里把人给抽倒了，原点抽掉了鱼竿，然后继续冲。我这边屋顶枪械有点多，可能要下来。觉得比较尴尬的应该是这里的小秃蛇。这里只能往打进去哦。相对来说，九 Q 这队也是比较尴尬，有一个完全新手的这个优白哦，就要靠这两位大哥来扛了 ，Creepy 跟九 Q 哦。就看这边 Creepy 有没有办法像肯赫一样进化了。九 Q 把对方打残，但不敢拉上去，哎，拉上去了。这里可能扛不住了，哇！小叶被打到的情况下，最后剩下 Creepy， 啊、哦、，Creepy 这边亏几百，还是没办法顶住这个小秃蛇的一个压力。不过周围没有任何人黄雀哦。那这里到新一区入住吃瓜，刚刚靠着这个瓜非常漂亮的三叉，也成功让这个队伍离在一个左侧的侧边，但这边被Yuzumi给顶住了这个高点位。十五秒。哦，哦，我还以为他们这个终于要这个三猫，以为他们终于有点这个优势了，没想到花花已经倒了。不过有一个移动复活平台，应该是拉得起来的。哦，召唤这个飞机出来。哦，不过马上这里蓝猫子九条命 ，T
听到这个拉人的声音，直接吃下来了。Into you， 先被放倒，但这边油条漂亮的补枪，最后配上王振林的一个配上九天的一个獒犬，成功的把两个人收掉。那这样子剩下一个刚复活的花花。哇，这个一堆罗巴看不到圈在哪呀。哇，花花把这边 into you 给放倒，这样子油条就会拉吗？花花很尴尬啊，这里自己其实没有任何资源的，而且马上被射到了。这边是哈瓜有点枪线，哇，花花最后一发死在这个哈瓜的枪林弹雨下。最后这个圈是什么鬼圈？这样子姐妹们也算是有一个离圈非常近的位置哦。姐妹这枪可惜了，姐妹这枪不错，哎，再射再射，啊，哎，一滴，哦哟，一滴一滴滴，丢个雷丢个雷丢个雷，没错没错，姐妹就是这样子丢雷，哇，这边 KSP 也把第二给放倒，啊，这个雷炸到很多人，哦，这个蟑螂跳，哇，淡水人也没了，这边算是淡水只会喊 ED 的严重失误，我没有注意到左侧有人哦，这边肥肉蛋吐司。肉肉被拉起来的一个情况下，也要面对到的是零叉叉。哦，在这个哇，在这个窄口完全动不了。肥肥把人打掉以后，最后是一个三打二，三打一。这是肥肥一滴血，最后一个人哇，被这边肉肉稳稳的给打掉。看一下瑞皮火这边原点位放掉一个人。这边是小叶被炸掉了，鲤鱼蛋就在他们的左侧。我先看一下这里，非常诚恳，来到的是蓝猫子九条命的正上方哦。这里应该有听到他们的声音了。这边但暂时应该没有什么故事哦。反正这边淡水只会喊 ED 有成功的把二轮第二给拉起来，但第四圈开缩的情况下，看一下这边左侧好多枪线啊，哪个一把八在那边抽哇？姐妹们看起来是要去吃这一波了。这边 KSP 拉过来以后，把二人第二打残，最后剩下三打一，那这样子 EG 应该也扛不住啊、哦。这边姐妹们成功的打掉这个，不过姐妹们马上面对到的是这个来自网羊捕牢的一个黄雀。Blue 想打伤害，但是很可惜被这个小鱼姐妹给淹住了。哦，下方损失一名狐狸的。第一次狐狸的道心去入住吃花，在圈的一个正中间嘛。这样子最尴尬的是王阳捕牢在圈的中心点只有一个蓝箱哦，还好有一点点位置哦。加瑞苹果，重点位一直抽一直抽。哦，布鲁这边也被放倒了，那这样子怎么办？好像没有位置可以走了，再上来哦，有一个小好位置，丙红，看一下这个大厅拉不拉得到。对方的很急速拳没有打到的情况下，算是勉强活了下来。这边没有肥肥，有一个这克莱伯，这边射的好像是这个雪妹们，哎呦，可惜了，稍微低了一点哦。我先看一下，小一被放倒 ，Eric Yo 准备一个人往前，看到的应该是低点位，让对方直接拉走。哇，没办法，这 Elsa 无限射，就姐妹惨死在这个锦衣的这个墙下。那这样子，虽然说这边只有两个人，但道心去入住吃瓜这个位置，反而没有人会理他们哦。非常诚恳，剩十二秒钟，看一下怎么做一个选择，选择扫到进圈的人。这边漆黑的炽天使，这里好像还没有在圈位啊、哦，圈内哦。这样子紧张刺激的第五圈要来到了啊！先看一下这边逃离新一区，上去直接撞到了是这边的蓝猫子九条命。两边一波交火，居然没死人哦。那亡羊补牢，烟花倒地的情况下，只剩品红一个人苦苦支撑。丢出自己的导管大以后，哇，这个非常非常乱的一个尾圈。李世民这边狂抽猛抽，抽的应该是顽皮鬼插队哦。很多侧脑位可以打啊、哦！好、哦，四宝是一个先被打掉，然后
再来是这边的金野尼子，最后只剩这边冠贤。哇，三个人头都被这边有这么一个抽掉了。你想玩屁鬼插队，活了下来啊！来，先看一下这里，逃离信义区，这个圈位应该是有位置的哦。那这样子玩屁鬼插队，看看能不能扛住。哦，有这么一滴血，哇，被这个九田跟配合瑞皮的枪械给打掉了。但这个位置应该是可以拉的。看一下蓝帽子九条命有没有想要推进哦？没有。在为什么不追我 IG 这边过得挺开心的？反正这个圈三队都卡在这个位置。但有志敏也拉起来了，然后用这个罗巴一直在偷东西，瑞皮和孤狼堵在这里。那这样子以整体来看的话，桥这边有绝对的优势哦，而且桥的上方位置是被这边李维给控制住的。可以说这两个人只要不倒的话，应该是蛮好打的。然后肯特这里先把九千给抽掉，是想拉什么？应该是不太可能哦。我们到新区露出的吃瓜也在这个低点位，没有人理他们哦。好，这边第六圈开缩了，怎么办 ？K 位被拉起来，在这边还要拉一个大电。这三队好痛苦，上面还一直被抽，哇！这边李维的一个钻头把人给钻死了。这个钻头好像会直接把 KO 给编掉，那这样子 BB 不行，剩下物质一阵交枪，这边靠着刺拉还勉强苟活着啊，被编掉了。蓝帽子九条命也在上方的位置死掉，那肥肉蛋吐司可能要跟这里的灰常诚恳分一个高下。然后肥拿着 Elsa 一直抽瑞皮火，哇，在低点位把肥肉探土司给搞没了。那这样子非常诚恳，从低点位要面对到的是来自这边李维的一个高点位，这个不知道有没烧到。先罗巴大拿雷哦，这边一定要先拿雷。好，只要架住这一组几乎就跟吃了没两样了。那柳斯密拉一个枪线，肯特死亡奔跑，哇，肯特一滴血，我、哦、这边 Shiko 有成功的补刀枪，在低点位的柳斯密要来跟哈瓜爆了，看到这边跳下来的肯特，残血被打掉，这边选择拉上去吗？哦，没人理他，哦，哈瓜。怎么要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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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然后来到这个安全区域，先在上面待十秒钟。这样子，最后一打一，一打一打一。鲁斯米碰到一个甲，哈瓜跳下来了，哈瓜跳下来了。这样子没注意到后面有人，哈瓜一滴血，哎呀，想换甲，哇，没想到哈瓜一个这个神奇的撤离塔 play 啊、哦，帮助这边到。新一区露珠吃瓜拿下了这把冠军啊！啊，太帅了！哇，你这个太帅了吧！我这个一定要来吹一波，你这个哇，你这个太帅了吧！我要让这边吵一点，这个太帅太帅了！哦，那个刚刚那边居然有个地方可以让我站，太爽！对，我知道你是最后才看到，但是这个成为了200 IQ play， 真的，哎，好爽哦！